今天早上起来一看，不知道哪个邻居那么坏，把他不要的冰箱扔到我家门口。因为我家最近在 remodel， 所以呢门口堆了很多垃圾。在美国扔垃圾是要付费的，而且非常麻烦，所以呢他为了方便就把垃圾扔在了我家门口。我经常说美国人的素质也非常的低，只是说他们人口少，他们人口多了比我们中国人的素质还要低。我把这个冰箱推到了公共区域，然后就有个事儿妈邻居过来找我了，说他的摄像头拍到我乱扔垃圾了，我不把垃圾捡回来就要报警，报警就报警，谁还怕你了，真的是。我说我正好也需要警察来破案，是谁把垃圾扔在我家门口的。后来警察来了以后说不管，我就知道报警是这个结果。去年回来我老跟警察打交道，我就知道这些警察都不作为。